的美来的话肯定在来，我们管 A 不开的美女来陪我，当我工作不稳定的打扰了是吧？打扰的话是谁吧？我们来美来的话，他带着女朋友打扰别人，让人家你丈夫不开口，这也是的呀。一把碗呀，丈夫在新娘位都是你女的对吧？哪怕的话，咱们是你的女朋友，今天又是那些女人下的不稳定，不是我上班好了，我也会都是在，今天为了他那个账，能过的女人是谁的？上班好了。